你好，这里是 Chinese for Us HSK Level 3 Intermediate Chinese Course 中级汉语二，我是丽丽老师。现在我们要用第三课学过的生词和结构来做口语练习。我们一共有两个练习，对话和短文。现在我们开始练习二，短文。第一遍，听录音并答问。衣服和生活习惯。问题一，我不上班的时候穿什么？二，为什么我没在办公室的时候喜欢戴帽子？三，我妻子每天喜欢穿什么？衣服和生活习惯。看一个人穿的衣服，可以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我不上班的时候穿运动服。虽然我不是每天都运动，也不是运动员，但我觉得运动服特别舒服。运动服没有衬衫帅，但上了一天班，我已经很累了。我想的是怎么让自己舒服。没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喜欢戴帽子，因为不用做头发。我妻子跟我很不一样，她上班跟不上班都一样，每天都穿裙子。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他觉得裤子没有裙子好看，更没有裙子漂亮。他每天都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洗头发、做头发。他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他穿着漂亮的衣服，自己觉得快乐。我看着他漂亮，快乐，我也觉得高兴。我们喜欢穿不一样的衣服，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问题我不上班的时候穿运动服。虽然我不是每天都运动，也不是运动员，但我觉得运动服特别舒服。二，为什么我没在办公室的时候喜欢戴帽子？没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喜欢戴帽子，因为不用做头发。三，我妻子每天喜欢穿什么？我妻子跟我很不一样，她上班跟不上班都一样，每天都穿裙子，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有的
是白的。第二遍，听录音并跟读。衣服和生活习惯。看一个人穿的衣服，可以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我不上班的时候穿运动服。虽然我不是每天都运动，也不是运动员，但我觉得运动服特别舒服。运动服没有衬衫帅，但上了一天班，我已经很累了。我想的是怎么让自己舒服。没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喜欢戴帽子，因为不用做头发。我妻子跟我很不一样，她上班跟不上班都一样，每天都穿裙子，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他觉得裤子没有裙子好看，更没有裙子漂亮。他每天都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洗头发、做头发。她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她穿着漂亮的衣服，自己觉得快乐。我看着她漂亮，快乐，我也觉得高兴。我们喜欢穿不一样的衣服，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第三遍，听录音并跟读。衣服和生活习惯。看一个人穿的衣服，可以知道他的生活习惯。
我不上班的时候穿运动服。虽然我不是每天都运动，也不是运动员，但我觉得运动服特别舒服。运动服没有衬衫帅，但上了一天班，我已经很累了。我想的是怎么让自己舒服。没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喜欢戴帽子，因为不用做头发。我妻子跟我很不一样，她上班跟不上班都一样，每天都穿裙子，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他觉得裤子没有裙子好看，更没有裙子漂亮。他每天都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洗头发、做头发。她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她穿着漂亮的衣服，自己觉得快乐。我看着她漂亮，快乐，我也觉得高兴。我们喜欢穿不一样的衣服，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第四遍，听录音。衣服和生活习惯。看一个人穿的衣服，可以知道他的生活习惯。我不上班的时候穿运动服。虽然我不是每天都运动，也不是运动员，但我觉得运动服特别舒服。运动服没有衬衫帅，但上了一天班，我已经很累了。我想的是怎么让自己舒服。没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喜欢戴帽子，因为不用做头发。我妻子跟我很不一样。
他上班跟不上班都一样，每天都穿裙子，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黑的，有的是白的。他觉得裤子没有裙子好看，更没有裙子漂亮。他每天都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洗头发、做头发。他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他穿着漂亮的衣服，自己觉得快乐。我看着他漂亮、快乐，我也觉得高兴。我们喜欢穿不一样的衣服，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Good job! 你说的非常好。Please finish the practice test for this lesson. Keep reading the material in this video one time per day to improve fluency. And whenever you're ready, move on to the next lesson. Also, don't forget to sign up on our website to get mor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lease subscribe, like, comment, and share. Thanks a lot, and I'll see you next time. 谢谢，再见。